要娶我。12月14号，所以阿超从东部来的。你赢了，我没有，我没有这么厉害。我昨天才从花莲回来啊。敲。啊，那个恶毒信，那个恶魔信箱，我常常在路上被我抓包的人。没有他、啊。对，恶魔信箱。打经理。打经理。我的车哦，超级脏。啊。哪里？啊，哪明星？问题他现在撞到了，刚刚不是站上 Danny， 嘿，啊，跟进有打个招呼，蓝宝宝，你们从中立来的吗？对，我们都中立的、啊。中立，哦，啊，跟那是暴走，哎、欸，那大学，那小学，那金马安诺，啊，业务在南坎，明天再出，他中立了，啊，对，所以明天再说。啊，你们现在回家了？对，回家。好。蓝宝宝、oh, 他是 Mank 好啊，因为那天我告诉你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跟卷狼、啊、我录给你而已哦就是那台改的道理我也照相我录你录你啊对我顶我底下看你咋我不要走了啦，哎、欸，不要走了，对对对对，不要走了，他要走了啊，不好玩了，走了。啊，我家红绿道，哎、欸，啊，你不好意思啊。等等我，跟进打招呼，请问你叫？等一下，叫什么？我在录影，还要跟进有单，你是录很久了。拜拜。不是啊，叫那个谁 ？Danny， 快点过来洗车了。你现在想怎样？人家女生不想洗了，好，赶快上。那还洗干嘛？后面的不用洗吗？你可以到哎。我不洗啊，这样洗还要干嘛？他们是来跟大家打招呼，不知道。我真的好醉了。没有，待会我们先继续聊啊。聊什么？我等一下会去买吃的。那里面那个咖啡厅可以先坐，对对对。待因为他现在正在还在忙洗车东西，所以里面可以先坐一下。啊，他是说明天再过来处理吗？好，等一下我打电话给我，等一下。然后他现在带小孩，所以没办法过来，叫我帮忙煮煮面。然后基本上桃园洗车会两个礼拜一次啦。然后，哎、欸，你老板，那个灯好像没有开。哈哈哈哈哈哈！老板，你好，阿姨都出来了。好，那基本上28号，那个结果因为。28号也刚好是两个礼拜嘛，真的，下礼拜，然后礼拜三会上。他还在做。哦，你说那个，哎、欸，帮我把电池拔掉。他就整个给人家请啊，就是婚宴啊。我们把手机都是这样的。基本上是啊，对。基本上会在那。下面有个扣的。礼拜五啦，28号。对对对，重开一季就好。然后好，基本上现在认的那一版是在 Danny 那个版下面，所以欢迎大家去。我听到是怎样？欢迎大家去留言啊，帮我看看。上次是这样，真的这样，真的照片是这样子吗？好，上次是谁拍照片啊？耀哥是？对，我大家都听都有好不好？我绝对不会叫耀哥，谁讲都没有眼睛，我不会。我眼睛睁大的。我把一拍照就这样子。来，放哪边？那从那边开始好不好？新同学，新同学啊！新同学我是新同学，我已经两个月没上了。你好，大家好，我是东部的版主阿涛。从东部跑到哪里啊？东部中立。哦，中立。我从花莲，但是我在花莲工作了。哎、欸，我当兵。你多久回来一次？一个月。欢迎八位。我这样比我还要他。本来是自我介绍区的版主、啊，第一次去，他今天有没有上来？今天是你要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是在
然后欢迎大家来东势，好，那网站上有我的电话，可以直接有事没事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好，到花莲也可以打电话给我，电话留下。上次我不会说你买马鞋，如果太塞，他考虑搭飞机，还没。没问题，那个我会帮你宅配提拉米苏也可以。不要，我要你。有回来的时候顺便带。对啊，宅配要钱。我下一次回来。下次要回来的时候，我跟你讲，顺便带还一月六号买马鞋，一月节都可以。下次要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在板上先说。不好意思，惊奇柠檬。问大家，这是地方是马鞋多少？地够短哦，一个短。然后领的时候请到我家里，要不然那个中立这么大，那个寄东西。我去帮他拿。我知道在哪。我可以在交流道等你就好。我家非常简单，夜市有没有？夜市巷子进去不是有一家 OK 便利商店？然后往右手边看，一栋橘色的房子，右手边就是我家。报地址你可能找不到。半夜谁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还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边只有一栋橘色的房子，右手边就是我家。好，谢谢。好，换你了，换我吗？大晚上，我最近视频班多会就变得很少上线，然后很多人都忘记我当什么样子。我知道你当什么样子，忘记的名字对吧？太多人了，对啊，你忘记名字也叫不重要，但是重点就叫。所以啊，歌词就是跟我们拉子一样啊，就大家都知道。有没有人说他长得很像那个 Holy Can 那个人呢？哇，那你够了！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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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一月六号要干嘛？中立女孩也不见了，还有李开头那个，李开头那个也不见了。对，中立女孩，我碰到她，在那前几天在中立门口碰到她，她说电脑挂掉。她今天说什么心情不好啊？暂时对啊，她还没追。她现在又那我心情不好，电脑坏一坏，这两个月没上。记得要通哦。我知道你们很久了啦，什么时候来调戏你啊？好，所以是有空还是没有？不会，太远吗？他那个焦距可以调。不会，他那个有朦胧美的就。他已经有毛了。我是南妮，然后平常大家都叫我妮娜，他是我朋友，他是今天被我熬来的。对。然后还要介绍什么？哦，刚刚屁股猫进去的那台就是我的。因为我塞了一个塞。什么屁股猫？你说什么屁股？我刚屁股给到后面撞上去，然后就凹进去。真的？对，没错。是啊。非常严重。好痛啊！好痛。没关系，有保险。对，有保险。有保险就好。你那个跟保险没差吧？啊。可是你跟保险没有关系。是还是？还有，不好意思。你们在旁边太吵，真的。我们就哎。谢谢，完全没有刹车，拜拜，谢谢大家一起跟我一起，他跟我一起心痛，真的，我跟你讲没有错，真的，我就是相信他，因为我以前开车没有，然后我就会慢慢，可是就现在是太相信他，然后就逼，所以就逼的把车滑，真的，七十公分，不用再说了，我看眼泪。